这是前几天我们捡的油桶，我们把它改良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利用木炭沿着桶身画出标记点，再进行分割。我们套出工具的模型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把它的边打磨一下，这边还有油矿，我们现在开始刨坑。水宽都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装货。这里发现一个塔罗石，快去！这么大的宝玉是一个，这楼下虚着都断了，收了。这石头下面还真高，快去！这么大的宝玉，哇！这里还藏着一只龙虾，哇！这也太小了吧，这还不够塞牙缝的，我还要把它放了吧？这不是我们打磨的齿痕吗？那么大的齿痕，只剩下骨头了，应该是我们来晚了，大货吃完早就逃跑了，今天只收获了这么一点海货，看来我们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收我的饭。宝玉啊！塔罗，龙虾和鲍鱼也放点。兄弟们，终于煮熟了，这鲍鱼也太肥了吧！哇、啊！